依照现行的法律啊，行政处分由主管机关卫福部，他就本身可以来做下架封网的动作。那如果涉及到个案，我们检察官在侦办中认为有需要啊，他也可以来申请法官啊同意来做封网跟下架。所以我想这是并行的啊。那要快速的处理，那我想主管机关他就是能够以现行的法律来处理，我们会来全力的配合协助他们。那想问一下，卫福部后来有跟你们这边有做讨论吗？还是因为我们就是突然改口，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蛮突然的这样子。他一直都跟我们保持联系啊，那我们也告诉他如何来处理会最快速。那现在都啊处理了，我想已经可以立即的来有效的来遏制。谢谢。